李亚男同埋黄祖蓝结婚之后就三年抱娘，令到呢一段长脚之恋更加完美啊！而且有网民更加话，大女遗传到李亚男嘅身高，相信大个咗之后绝对会比爸爸高啊！而讲到身高，无线其实都有唔少嘅高妹花旦，而家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啦。首先有身高174嘅陈贞仪，家境富裕嘅佢喺总选嘅时候就以竖琴表演为自己狂加分啊！最终就用夺咗亚军，而且喺未卸任嘅时候已经获得公司嘅安排喺各个大 show 演出。然后有身高172嘅蔡嘉欣，佢喺参选嘅时候虽然唔强止步啊，但系机会就嚟得比三甲快。本来系 KOL 嘅佢，而家就有剧拍又有主持节目，仲有细个热爱打篮球嘅刘永璇，佢嘅身高系176厘米，这个高度可以算系花旦入面嘅数一数二啦。而且佢更加拍过唔少剧集，而身高173嘅陈晓华就被誉为是最快上位的港姐，她很罕有地跳过花瓶的角色，在处女剧迷茫的时候已经饰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了。